friendly 嘅，我就諗住第一個，香港未來10年可追上海深圳，只因為如果我哋要追上海深圳，我都幾驚。如果可以的話，係咩行業、咩公司可以擔大旗？咁另外一個英文問題，佢就係問 What is our next GDP industry? Financial, legal, service industry, question mark. Can we maintain our position all the time just for financial with China? 咁呢個我諗由經濟學家講先啦。你講，其實我諗，如果移民咧，即係金融係過嚟大優勢啦，即係咁多金融嘅男人喺度，可能佢哋會知得更加多。但係我覺得我哋個條件咧，其實實在太 natural， 係要發展金融，唔係話淨係發展金融。其實個 reason 真係好簡單，世界需要三個金融中心，美洲一個，歐洲一個。 咁亞洲一個，你自己問好客觀嘅問，唔係吹牛。其實有邊一個地方係比香港更好？其實你係答唔到嘅，係冇嘅。即係講自然嘅條件，但唔代表話有自然條件咧，呢樣嘢咧就會跌上我哋身上。我哋都係要去盡量去爭取，但個 trend 係再明顯不過。咁你話我會唔會係好擔心香港就太過傾斜咧向金融？ In a sense 都唔會，因為其實我譬如話我 compare 翻，你就算一個 UK 咁大嘅 economy， 佢5000幾萬人口，佢整體嚟講咧，金融都佔佢嘅 economy 咧12%。香港係一個城市 economy， 金融都係佔我哋大概15.5%。如果你計倫敦 proper 嘅話咧，咁個比例係高好多。所以我意思就係話，我哋其實都未去到倫敦啊等等呢一啲。 而且金融係一個好大嘅 growth industry， 佢嘅帶嚟嘅工作咧，嗰個 value added 咧，等等咧都係高好多嘅。好啦，咁你 other than that， 其實我哋係應該係要 ride on 呢一樣嘢，係發展啲乜嘢嘢咧？其實你諗翻香港其實嗰個自然嘅優勢咧，我睇唔到話10幾年內咧都係會俾內地城市係取代到。其實呢一個就係我哋嘅 freedom 啊，講到到。咁呢個 freedom 咧就係特別係資訊啊，各方面嘅自由咧，同個自由港都好緊要。我哋而家坐喺呢個會展中心，香港做展覽係方便過一毫子價嘅深圳好多好多。點解咧？因為啲嘢出出入入咧，佢係唔使話要關税啊，唔使話要先繳啲咩嘢嘅費用啊等等呢啲。其實你好多方面嘅文化藝術啊，我哋嘅書展點解咁成功？其實都唔使講，大家都已經 understand。 咁你有咁多咁優勢，你點會仲 complain 話其實我哋嗰個發展空間係差？Maybe in actual terms， 即係生意唔係容易做，但我哋最起碼就話我哋機會比人哋多好多，係嘛？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要 keep in mind。Freddy， 一句啫，咩行業好？十項全能啊，嗰個就係 全亞洲，我今日聽唔講，冇一個地方法治上面我哋係。 全世界200幾個地方，我哋係14，係美國之，美國係我哋8個之後，日本係我哋5個之後，因為 World Bank Study 嚟嘅。咁全亞洲個個地方啲人，無論佢政治睇係咩，都會信香港，做咗亞洲嘅總部，又係一個新嘅行業做得到。再加埋另外一樣嘢就係 arbitrage， 而家以5年、10年咧，全世界都會加税，因為長者或者嗰啲議員 promise 咗要加，要加貨。 所以要加税，所有嘅叻嘅公司、叻嘅後生仔都唔想為人民服務多20年，淨係越交越多税，對自己冇嘢，所以佢會走啊。佢會走嘅就係亞洲嘅有經濟增長嘅地方就亞洲，我哋就中心點，吸收國際嘅資金、人才、錢財，我哋做乜都得，10項全能，大吃4方。哇，好正面啊！咁啊，時間關係，咁就不過我頭 offer 少少同埋都要講少少唔同嘅睇法嘅。第一世界未必長遠嚟講係3個中心嘅，第二技術喺度改變緊嘅。你都幫我哋做個 fintech 啦，今日我哋 fintech 係好後嘅，我唔知將來可能係世界第一嘅航空中心嘅事，我就唔知點算。時間關係，我希望咧三位嘉賓每人一句説話，話俾在場嘅青年人聽，下一步應該做乜嘢？好啊，無論係一帶一路好，社會創新又好。
需要行下睇下其他啲地方咧，我覺得你最終咧都係會選擇翻喺香港發展。呢個係精英會坐喺呢度嘅，基本上都係精英，都係喺社會上出身比較好，家庭比較好，階層比較高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啲關注基層。特別是基層的年輕人、基層的兒童，因為如果我們不關注他們，不給他們多些機會，特別是在體驗式學習，令到他們學習有一個全面的學習的經驗，能夠幫他們給多些機會，無論是就業、創業，當社會貧富懸殊太過嚴重的時候，對社會是一個問題。這個我覺得作為精英，當上天給你們那麼多，你們更加要有責任去幫助無論給你們無論救援的人。亞洲充滿機遇，港人要認好現實。好，今天學了這個認好現實，繼續迎難而上之後，我們學多樣東西，正面很多。好多謝三位講者，因為時間關係，因為台長兩場我們委員佔了你們的時間，再一次請大家掌聲，多謝三位講者。